道在你身上。徒儿现在修道要蕴含德性，德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成于中，行于外，真心想帮助他人，但不求回报，默默地做，这才是真德性，真功德。所以为师希望徒儿们要养德，德不是口说，德性的好坏是要让人去感受的。每个人给人的感受都不一样，这就是每个人的特性，这特性就叫做气质。气质就是内在的表现，是言语无法形容出来的，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受，也就是灵性与灵性之间的感觉。也因此，道就是自身看不见的灵性，这才是真的。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参悟才是。其实每个人的导师还是自己，能救自己的还是自己，一切凭自己的心念去做，自己的心要定，心要定就得多参访圣贤先者，踏以前往圣的足迹，才能了解哪些话哪些理合乎天意。老师希望徒儿们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来，老师要求大家守住自己的一颗心。道在日常，道在自身，自身不研究而去研究别人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今天要成道，今天要有成就，还是自己要想得通才可能。要做仙佛，也要自己放得开才能做仙佛。每个人的能力无限，潜力无限，只是自己没去发掘罢了。宝山还得自己挖。每个人都有上天赋予的智慧，因此要自己去挖，自己去找。今天想修就去修，想办就去办，没有人能勉强你的。你们的道心就是那颗出发心，发心退心只在一念之间。今天愿不愿意修，愿不愿意办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徒儿有没有想过，凭你一个凡人，何德何能让你的祖先沾你的光？你有做了什么善事吗？你有行功立德吗？光是坐在佛堂听讲师讲课，祖先就可以沾你的光在外面听啊，为什么还不珍惜呢？徒儿要懂得隐恶扬善，别人的德性多发扬，不要常记着他人的缺点。
修道要有宽大的心胸，要学弥勒佛的心去包容。包容第一步即是忍，修道要刚柔并济，懂吗？人总要留德，才会与天地并生，相生相配合。天地人即为三才，人的能力哪能和天比？只有人的德性才能超出天地。也因此，自己要守自己的德。如今天时紧急，修道要一步当作两步走，虽是困难，但为师希望你们能尽心，尽心度人，尽心照顾家庭。修道不分老与少，前与坤，先与后，同心协力才能见道成道。修道是活泼玲珑的，但也不可有杠高心。大家同是老母的分灵，应该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生死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希望徒儿学学为师的济公之心。心中有疑惑，心中有不满，务必要自己去平息化解，这样水火相融，才不会生百病。修道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天地万物之间和我们的五行阴阳、人体的构造及一切的思想，其实都是相互配合、相互牵连的。修道不是在佛堂才可以修，不是在佛堂才可以躲劫避难。我们本身就有一个佛堂，修道是每个地方每个角落要做你应该做的，这就是道呀。并不是来佛堂听两小时的道理便是道啊，在佛堂两小时很好修啊，我跟你笑，你跟我笑，你客气，我也跟你客气，很容易哟。在外面，在公司，你做得到吗？在家庭里，做得到吗？我们要把道融入社会，融入于家庭，融入于世界上。佛堂只是一个辅助帮忙，大家有个道伴，互相携手共进罢了。所谓学道，道是在日常生活之间，日常中就有道。所以呢，我做人处事时时刻刻合着道，我就是在学习。我学习怎样待人之道，我学习怎样效法天地之道，我学习什么是天德地德之道，所以才叫做学道，懂吗？而不是说
我来到佛堂学参持驾了，听听道理，我就是在学道，不是这样子。时时刻刻你要谨记着你是什么，不管你是人是佛是仙是圣是贤都好，你是最完美的化身，你是上帝所做出来最好的杰作。即使最完美的化身，你所做出来的也要让大家觉得最完美。你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的优点以及别人的优点。你既然有优点，那你就要好好的把它表现出来，让人家看。人都喜欢别人了解自己的优点，而不希望人家了解我的缺点。所以，你既然希望别人了解你的优点，那你必须把你的优点显现出来给别人看。当你时时刻刻把自己的优点显现出来，也时时刻刻想着别人的优点时，那世间上才真正的没有缺陷。天无言，地无语，所以你们要以身试道。你既然代表道，就要把道带出来。你走到哪里，就让人家感觉道就在那里。如果你们自己做得好的话，人家就说道很好。自己做不好的话，人家就说道不好。所以是功是过都在你们一念一举之间，所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马虎。在道场，为师时时提系教诲，莫非叫你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再做一个最为尊贵的仙佛。仙佛达不到情有可原，若完整的人做不到，那就太不像话了。有一句话说，取高和寡，我们做人不要太高傲，孤高则寂寞。现在人在深山古洞可修不了道，在红尘中也得随缘而处。要是很高傲的话，你们看看，不仅修不了道，你也做不了人了，知不知道？不要一直惦记着别人的缺点，要注意别人的优点。我们修道那么不自然，不快乐，就是缺点看多了。如果我们往好的方面看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更美丽。
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好过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人会产生不平衡的心呢？因为他心不正，不正就是歪，心歪了，一切事物就无法看清楚，更无法了解自己了。万般事物至心底，遭遇到不如意及困难，不是用忍的压下去，你要化掉才是上策。忍久了就会爆发，火山岩爆发会如何？会伤及无辜，是不是？百日种树，一日却火烧功德林，枉费再修啊。对人要真真诚诚，若暗地想一些不好的事，虽没说出来，那些不好的念头也会伤自己的心，伤心就会摧德。德性是要靠隐微处彰显的，光讲课讲得好不一定有德，德是在日常中培养，在行进间隐微处去行的。德性是让人去感受的，说不出来的。切记说得多，做得少，体悟浅。徒儿们，有时候退一步反而是好的，一直争到底就容易伤害自己。虽然觉得退一步好像很没面子，其实你们不要这样想，事事不一定要争到底，退一步去私心，人家更可以感受到你的德性，让人家默默承受着你的德性，这不是最高超的吗？要二六时中时时刻刻能够感谢，只要你们每天存感谢的心，不管你在哪里都能受益无穷。因为无论你怎么样，别人都会喜欢你，这道理要做可不简单呢。有的人人伦观念做得很好，有的人却没有人伦观念。有些徒儿已经修道了，可是家庭还是不和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尽人伦之责。所以今天不要说我已经求道了，我就一直冲一直高，什么也不顾了，家也不顾了，人也不顾了。你生活在群众当中，生活在人群当中，要懂得做人的道理。今天
你不懂得做人之道，你就枉做人。修行必须有智慧，修行是在开创美满的家庭，而绝不是让你们把今生的缘导致来生的孽缘。你今生这段缘若没有缘，来世你就会碰到一段孽缘呢。在家中有摩擦，就看你们是用什么心把摩擦化为助力。道降火宅，圣凡双修，对不对？巧妙运用你们的时间，运用你们的妙智，把一些不该有的是非转掉。若你在佛堂做了一个不错的榜样，回到了家庭，是不是也能这样呢？徒儿啊，你们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还是只会老人之老？你在道场做一个模范栋梁，回到家里以后呢，是不是出外行王道，在家行霸道？现在你在这里，前面的人要你坐挺你就坐挺，要你反省你就反省，100%的遵从。然后你们回到各自熟悉的环境以后呢，是原形毕露，还是恢复本来？如果你们真能做到人道，尽你的责任，这才能为人标杆，不要被人家说成表里不一。如果你的亲人做错一件事情，你就斥责他，他也不见得会了解你的心意。但是你如果能了解对方的个性，就可以好好的去沟通，去规劝他。天地之理也是如此，了解他不是去奉承他，而是从这当中大家和和地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和气一团，才能生出智慧。修道并不是要你们完全把假的丢掉。你说父母是假，你就不孝顺，对吗？你说钱财是假，你就不工作，对吗？你的本分尽了，才能成就真的。做人本分尽了，才能成就神。有真才会看到假。当你悟透时，心中
便无真假了。徒儿，你们有没有一个心思想要度父母啊？有，可是不知从何度起，是不是？有许多子女就是很奇怪，无法对自己的父母和颜悦色，怎么办？继续发脾气吗？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就想想来佛堂的时候人家是怎么侍奉你的，你回去就怎么侍奉他们。还要有同样的真心真意，这样才会有效果哦。你们要把你们的子子孙孙都教育得好，让他们都能够明理，不要让他们对社会有所危害，好不好？这也是一种莫大的功德。如果在修道的过程中，你们已经算是道场的前辈了，老讲师了，那我们有没有真的做到我们身为前辈的一个模范呢？每个人出来都打扮得光鲜亮丽，整整齐齐，从头到脚焕然一新。可是呢，回到家里以后就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在捡报纸的时候，在整理一些碗盘的时候，又大呼又小叫的，怎么某某人看完报纸也不知道随手收啊？没有任劳任怨的心，修什么道啊？那么对方就说啦，你帮我收一下会怎么样呢？是啊，那你自己收一下又会怎么样呢？每个人互相体谅一下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这边又说了，我整天在家里，又要煮饭，又要带孩子，又要整理整个家庭，你设了佛堂，还要帮你清理佛堂，你从设了佛堂到现在也不曾上过佛堂，洗过一次供杯，那你设佛堂做什么？这些都是你们的维持，有没有？好，这边也说了，我每天忙着上班，还要出去度人，还要出去讲道，我跑来跑去，我为的是什么？我设了一个佛堂让我们家里安定，我为的是什么？我是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家庭？吵起来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两个都有理。可是啊，得理不要不饶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他的立场，我们有我们的立场，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立场去约束别人的立场，是不是？凡事多为对方想一想，多用一点爱心，就不会起争执，也才能够相敬如宾。相敬如宾这句话不是理论，
而是真的哦。只要你忍一忍，我让一让，凡事不管你有理没理，赶快停止，一个铜板就不会响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有一方一定要站起来当一个大人，等到心平气和的时候，再冷静地讨论一下。这一点两个人都要有这种共识，没有这种共识的话，就不要结合在一起，懂吗？彼此之间要能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在这个切磋琢磨当中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。只要能够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许许多多不愉快就可以因此而化解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将道带到这个婚姻里面，然后影响所有周遭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修道的婚姻是如此的好，修道人的家庭是如此的祥和。我们修道要立一个模范，最简单的就是立一个模范家庭。只要有道亲随时去你家查访，家里随时都干干净净，和和气气，随时随地去都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个家庭有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家庭有资格谈得上修道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兄弟之间已经少有过去那种很深的情分了，对不对？每个工商社会都是忙碌的，再加上你呢，入了道之后就一头热栽了进来，办道讲道理，跟家人的感情更是疏远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来化解我们手足之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？我们如何能够像小时候打一打、闹一闹、吵一吵就算了，过后还是一样的相亲相爱？我们如何能够回到小时候那样的心态呢？我们是不是要以修道来做，对不对？这些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是不是要借着我们的灵妙自信，借着他的力量来修改我们的杂念，修改我们的脾气，然后我们才能够以身行道，以身试道，对不对？以身试道之后，一个有德的人必不孤。只要你让他证实了修道人还不错，他自然而然的会对你化解成见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手足之间到现在成见还在？因为我们不能以身试道，是不是？我们既然不能以身试道的话，那是不是表示我们有入道，我们不配谈修道，是不是？